接下来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主任医师、医院管理硕士、微笑行动大中华区总裁王小卫院长。王院长从1999年起，作为志愿者参与微笑行动的患者组织、手术和复查。2009年加入微笑行动，投身于公益事业，至今已组织了上百次的医疗救助活动，主刀完成1000多例纯恶劣手术。有请王院长为大家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欢迎。谢谢，谢谢今天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介绍我们所做的平常所做的一些工作。非常非常感谢宽哥的邀请。听到刚才大家众多成功人士的分享，我觉得其实我们做的也仅仅是一点点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医生，其实我更愿意站在手术台上，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会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天我看到在座有很多是参加过我们微笑行动的现场活动的一些志愿者，我们称之为志愿者。但是非常非常抱歉，我呢很多志愿者我认不出来，所以呢有点尴尬啊，在这说声对不起。以后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所以以后呢我们不管是在任何地方见到我们都可以，我把你们认出来，谢谢你们。其实微笑行动呢，这张照片呢应该是Atomy公司第一次参加我们微笑行动的医疗活动啊，这是在今年的4月份云南的玉溪，我们宽哥带领着团队一起去参加了我们这场很有意义的活动。那么在这儿呢，可能像纯恶劣这样的孩子大家平常可能很少很少见到，因为这些孩子们因为面容的问题，所以他们家人也不会把他们带到上街或者去一些公共场合，这些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在家里，我们平常也看不到。那么这位小朋友呢，是在我们上个月在贵州的一场活动当中他过来，他的父亲一见到我以后说，很大的声音用手指着我说，你叫王小卫。我当时很紧张，我以为他是来找茬的，因为能直呼我的名字的一般人是叫我王医生，对吧？所以呢能直呼我的名字的一般是来者不善，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呢这个小孩子的爸爸随后就说出来说，啊，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到云南的这个叫蒙自这么一个地方去做活动，我们在那做活动，他带着孩子来做的纯裂的手术。其实我这一次在看到这个孩子2年以后我的作品，我真的认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孩子看上去非常非常健康，他的嘴唇几乎没有痕迹啊，所以呢谢谢谢谢。当时他的爸爸其实是非常激动的说，这个手术是你做的，我们这次来是想来做额裂，想亲自再找你来做额裂手术，所以呢想来感谢你啊，这个时候我的心才放下来，幸亏不是来找茬的。其实呢这对我们医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这些孩子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希望他茁壮的成长，希望他能和正常人一样，但是这些孩子们都有先天性的畸形，面部的畸形，所以呢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其实这对我们外科医生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照片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或这样的孩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还是有一小点点成就感啊，希望我们的每一例手术都可以像这个样子一样。那么在刚才听到很多的咱们的Atomy的员工或者是咱们的经销商在介绍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去年因为疫情啊，很多地方其实咱们全世界很多行业都摁下了暂停键，
啊，但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时候，爱多美伸出了援助的手来赞助了微笑行动。所以呢，今年我们为了完成去年的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今年开始了在各个地方，当然也很艰难啊，今年因为疫情其实都不断的在出现，所以我们也非常小心的开展了一些活动，帮助了一些孩子们。所以今年我们完成了在玉溪、四川还有菏泽完成了三场活动。虽然我们筛查了很多的病人，但是也有很多患者不能做手术啊，一方面是疫情控制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孩子的情况可能不太适合在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做这样的手术。我听了大家的分享，包括听了朴董事长的一些演讲的视频，我觉得爱多美和微笑行动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梁总带我去参观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公司是非常非常有温情的、有温度的一家公司啊。包括你公司的这个私讯啊，叫正善上略，是吧？正直善良。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我们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才能牵手，才能在今后更好的去进行一些合作。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共同合作的一些基础。那么其实唇裂的孩子，大家可能在刚才提到，在平常的日常当中，大家可能见得非常非常少，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他的大概他的出生率或者叫发生率应该是在1/1.62左右，也就是每1000个新生儿当中差不多有1.62个这样的孩子。其实这个群体呢是非常庞大的。他们大家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志愿者可以看到啊，这些孩子们的一些相对比较困难或者比较悲惨的一些状况。这些孩子从来不敢给你直视，他不敢去直视你的眼睛，不敢和你去交流。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自卑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微笑行动想去从根源上去帮助他们的地方。那么微笑行动实际上是到明年已经是整整40年了。那么这40年来，微笑行动就是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很专业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帮助这些贫困的唇腭裂的患儿。我们之前在全球，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60多个国家有我们的志愿者的队伍，在全球40多个国家有我们的这个活动。那么发展到今天，大家可以在 PPT 上看到啊，我们在全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力。在今天我和宽哥在和朴总在交流的时候还提到了一点，我们的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现在在全世界我们有31个医疗中心，但是在我们中国到目前还没有一所医疗中心。所以很多大家在活动当中看到很多像那个齿槽裂开的一些孩子是不能在活动当中接受手术的。那么这么一台手术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条件的医院去做，而且这么一台手术肯定要收2万、3万甚至是4、5万块钱，是吧？这样对于一个家庭，包括咱们可能去看到四川美姑的活动，大家看到这些孩子们的家庭，他肯定是承受不了这样的这个费用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想将来能不能在中国建一个医疗中心，能让这些孩子全天候的来接受我们的帮助。所以刚才谈到了，我们除了给这些孩子们做手术以外，其实微笑行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做培训。我本人其实也是在接受了大概在20年以前也接受了微笑行动的培训能使我现在能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技术可以去帮助这些孩子们。我们每年会举办非常非常多的培训，包括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包括一些儿科医生有的是送到美国去培训，有的在国内在做培训。所以微笑行动不单单是一个手术的这么一家机构，其实也是一个培训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希望借助于国际上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来帮助咱们中国的医生护士
提高咱们自己的水平。这个是我一直想在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看到刚才说到这个发病率1.62%左右啊，实际上这个写的还稍微低了一点，可能按我们的人口出生率来算的话，中国差不多有200万这样的患者，所以我们一年可能也就做1000例啊，1500例左右，所以这个群体呢是非常非常庞大，需要大家来支持的。那么将来我们微笑行动呢，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其实唇腭裂它是一个发育性的畸形，从0岁开始一直到18岁都需要我们医生的干预。我们现在所做的医疗活动仅仅是在它需要发音之前把它的腭裂做好啊，把它的3个月、4个月、5个月的时候把它的唇裂做好。但是其实这远远不够的，因为腭裂的患者做了手术以后，他的发音还需要去解决，需要长期的帮助他去在言语方面进行矫正。同时呢还有很多孩子呢，他的鼻子大家在手术当中可以看到很多鼻子是塌陷的，但是这个鼻子呢其实他一直在发育，到了青春期以后，也就是女孩子到了16岁以后，男孩子到18岁以后才相对固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彻底的把他的鼻子打开来做这样的鼻子的矫正手术。所以包括还有一些孩子呢是这个反颌，也就是下巴往前伸的这样的孩子，也要等到18岁以后才能去帮助他做这样的正颌手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仅仅是一点点，可能是起初的一些工作，下一步呢我们想有了中心以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更多的培训来帮助这些孩子们，这个是我们想一直想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当然了，做这样的事情会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这个从去年咱们国家出台了一个税法上面的一个改变，就是像儿慈会这样的全国公募性的基金会，它有税前抵扣的资格，所以呢很多的人以前呢捐了可能也就捐了，但是现在呢可以申请到收据，以后在第二年报税的时候，咱们报税的系统现在也发生了变化啊，所以呢在第二年的话可以申请叫税前抵扣，这个呢可以更多的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其实大家就像刚才有一位总监在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谈到了一点，说做慈善以前认为是有钱人或者成功人士才能做的，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大家看，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就可以帮助一些孩子们。那么这一些照片呢都是我们刚刚就是2个礼拜以前我们在菏泽做的活动的患者，那天复查的时候啊，我们拍的一些照片，大家看到手术以前和手术以后真的也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很多父母就像刚才那个小视频里边说的一样啊，都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包括我刚才和咱们一位林总在分享的时候，他也谈到说很多家长现在不相信还有免费的事儿。所以在菏泽的时候，其实他很多家长呢带着孩子来了，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来的，后来他们了解到其实他们村子里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但是家长不相信就不敢来我们的活动现场啊。这个呢可能在将来我们怎么去，一个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在其他方面再更多努力一些。当然了，最终的应该是我们提高我们这手术的技艺，提高我们的麻醉的技艺，对吧，让这些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一些服务，就是通过手术真正能改变一个孩子。所以将来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帮助他们去。这个是我们这差不多是10年以前我们做，这也是我的一个我做的手术的一个小孩子。手术之前和手术之后真的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可能是正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现在孩子已经这么高了啊，快赶上我高了，这么高了。我们今年3月份啊，又给他把嘴唇又重新修了一下，但是因为孩子现在大了，
有点懂事的。我当时给他说，我说能不能把你的照片放到我们的这个公共场合去，他很犹豫的看着我，所以呢后来我选择呢，我说这样吧，我说你大的照片我就不用了，但是你小的照片我还是希望可以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你是在我们微笑行动的帮助之下可以说获得了一个新生，那么我们也希望你呢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些经历或者是用你自己的一些照片呢来感动到其他的人。所以小孩子现在似懂非懂的说好，说王医生好啊，爸爸妈妈当然是很开心的啊，来说想为了帮助一下。所以他在小的时候其实我带他出去去过好几个地方，因为有的活动的就像这样的现场希望看到我们手术以后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或者几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希望看到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之前把这个孩子曾经带到过一些筹款的场合，当然现在我们这样做的很少，因为更多的我们会尊重这个孩子啊，尊重他。所以呢我一直在包括在活动当中我也给大家谈到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件事情，假如这个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会怎么去做啊？如果有了这一颗心这一颗初心，我想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得很好，就像你们做爱多美的产品一样的。或许我从今天以后我也入这个坑了啊！而且呢刚才我看到我们一位我曾经的一位曾经的我的一位医师战友，你们叫小北是吧，他以前也是一位医生，现在在给爱多美在做一些推广，或许哪一天我开刀开不动了也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啊，宽哥到时候收留我啊哈哈哈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你们的爱心我们会很好的去用好，你们的爱心包括你们捐的每一分善款啊，我们都会很好的用。所以在今年玉溪活动里边，我有一位爱多美的同事给我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雅号，我非常乐意享受这个雅号，叫我王老抠，是马南取的吧因为我们的一位同事那天到得很晚，莉迪亚啊，到得很晚，结果呢他为了赶上我们的这个到了活动现场，所以呢他在昆明就自己租了一辆车开得下来，到了现场以后到了玉溪以后，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太浪费钱了，我说每一分钱都是大家辛辛苦苦捐出来的，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很好的去使用它，去节约每一分钱。当然了为了你想在已经很晚晚上都十点十一点了，在那么晚的情况之下去找个车去租个车其实也不安全啊。但是从这一点呢我当时也很不客气的说了他，当然了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我们会尽可能的去省钱，把省下的钱用在帮助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啊。我给大家的分享就这些，谢谢谢谢。